原来你就是经常需要李浅夸彩虹屁的老板。没错，我就是他老板兼发小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。如果那俩人在那儿，没事吧？该交代的都跟顾哲说了，那应该没事儿。那两个人现在，一个没记忆，一个没脑子，在一起无非就是小学鸡吵架。走吧。太酷了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身为一名成功男士，居然吃不了苦。李浅以前喜欢给我放2块糖的抠。李浅好像是说过放2块糖比较好哄。孩子，你了解李浅的过去吗？你知道她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喝什么，喜欢玩什么吗？你知道她有什么快乐或者不快乐的经历吗？你都知道吗？你我不知道，我失忆了。但是李浅很了解我，而且她非常愿意跟我分享她现在的生活。她说我喜欢的，她也喜欢。什么狗屁失忆！我看老狐狸的攻击力根本就不减当年。哎呀，我怎么又害怕了？不要怕，顾哲，不要怕。所以，马浩背叛了宁成明，而能证明马浩所为的证据多半是在那个已经失踪的财务总监身上。我觉得有很大的几率。那待会儿同学会的时候问问小桃吧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跟顾哲什么情况啊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我怎么了？人家顾哲是对你有兴趣，好吗？我照他这么多年，他习惯成自然了。该不会觉得他这也叫暗恋我吧？反正人家顾哲就是这么认为的。他不还不是个傻子吧？总之，我跟他不可能没戏。倒是你。跟我二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哼，于青青小姐，我又不是瞎子。哼，没有。没有。好吧，有。蓝缕，那个布兰有点难对付。你们俩交手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嘞。我想，然后我就把你这个脑袋多害臊！兄弟，你最近恋爱顺利吗？谢谢建国老师，一切顺利。你呢？不瞒你说，我遇见了一位强劲的对手，好像什么都比不过对方，有点纠结。对手强不强不重要，得看那个人心里有没有你。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林老师，哎，顾哲，李浅。咖啡太苦了，你眼瞎呀？怎么样？甜，还是我前姐画的咖啡好喝呀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同学会啊。哎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啊！好久没有见咱们篮球一哥。对。我也去。
顺宁老师，您要是去了，那就不是同学会了。就是你去了，现场立马变成 PTS 交流会。走吧。你就在家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林老师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下次我们比打游戏，你会更难过的。打游戏，我不太会啊。哦，还有宁老师不擅长。顾彻，你以为宁老师像你一样对这种玩物丧志的东西感兴趣啊？我先走了，你要是不舒服或者有急事，就电话我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嗯。宁老师。干嘛呢？一个人去把供应商的尾款给追回来，李倩，他能不能对我刮目相看？放弃吧，我动力不了。嘿，勾引看低。还可以，走吧。漂亮了，你情商又高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有个忙，想你们帮一帮。太骄傲了，徐女士，你义不容辞。谢谢。其实啊，是李浅的事儿。哎，停！不想听，不想听，没兴趣。喂，于庆清的事儿你们就义不容辞，我就不想听，没兴趣，是不是亲同学？干妈，哎。你哪回不是忽悠我们帮你打白工啊？我以前可没少上你的当。就是啊，哎，我就说嘛，我今儿一见着他来，就让我想起了当年被两只狐狸支配的恐惧。哎，两只狐狸？咱们学校不是只有一条狐狸吗？对啊。顾总，你大一就留学转校了，这件事你不知道很正常。虽说宁老师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，但是只要我们卖身体海，还能勉强度日。提起来。他就是一个祸害人间的小狐狸，他为了打工赚钱，把那什么饥饿营销、形象传播，还有那些课本上我们还没有背熟的操作，他玩得出神入化的。就没错，把我们都卖了，还要陪他数钱。不愧是让我钦佩、依赖而心存畏惧的你啊！不是你是不是不记得啊？哎呀。生活所迫，何学何用嘛？是好同学、好朋友，不要这么计较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顾哲，那个是不是你铁杆哥们儿，篮球一哥呀？哎呀，那还真是。我去跟他聊聊。啊，去。哎，李倩，留步。来，同学们，我说两句啊。我发现啊。大家最近是越来越忙了，都忙那什么，脱纸、脱单，还有我忙着脱发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今天大家相聚于此，实属不易。那固定节目怎么能少呢？有请我们的老狐狸，模仿秀冠军李倩。好，李倩，来。来就来。高森浩。我让你论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下降一定会使供给量降低这条规律，但这条规律也有例外，
这一说法的正确性。可是你写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一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。我觉得给你零分重修也很科学。谢谢。上回电话里麻烦你的事儿，那个，你说的没错，关顶的财务总监董卫是上个月离职的，非常突然。连管理层的人都是最后才知道。倪老师，我老公说宁总当时也没说什么。我还听我老公说，宁总最近还失踪了。失踪了？你们这个干什么？这位同学。我对关顶的事儿也不是特别了解，就是我有一个猎头公司的朋友，让我打听这个。哎，听说他是本市人。好像是您是的吧？我老公跟他是大学同学。啊！嗯，你说。我再八卦一句。当时老狐狸的事不是传得沸沸扬扬的吗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宁总在关顶的合伙人不只是马浩。还有他的未婚妻，未婚妻啊？谁呀？当年石妹妹这个老叫……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问一下我妈。就没有在课堂上见过你，林芬。